麻麻，一辆辆塞好塞慢，通通堵在台北桥三重端，动弹不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汽车驾驶经过，往右一看，其实就像锁链紧密接连。还有里长发出空拍图，左边汽车道相当顺畅，右边两条机车道却水泄不通。原来是27号上午台北桥下号志出状况，通勤族们好焦急，有人一塞就是卡住半小时，塞蛮久的，塞到9点多的吧，还没到。到支路口就整个都塞住了，哎，大家都上不去这样。就是拢塞车，即嘛那停这个红灯哦，啊，才免那5分钟排足多哦。桥下大塞车一路蔓延到400公尺外，三重派出所赶紧出动协助疏导交通状况。现在是礼奉时间，红灯大约剩下60几秒。不过可以看到，现场其实还是有不少车潮的。而在今天上午号志出了状况，绿灯只剩下20几秒，整整差了3到4倍。号志的参数有出现异常，所以导致就是下桥的那个机车的这个部分，它的疏解的情形就没有以往的来的有效率。那我们就是发现之后就立刻就重新下载，赶紧处置，就怕交通再次瘫痪。虽然台北桥时常可见机车瀑布，不过尖峰时段号志大书包，造成机车通勤族迟到，民怨四起，全勤奖金只能含泪说拜拜。华视新闻杨超晨、许廷伦台北新北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